日本知名谐星渡边直美因拥有圆润的身材以及自信幽默的个性，吸引了大批粉丝的喜爱。她自去年四月开始就常驻在美国发展，今年九月则回国展开了音乐剧的巡回演出。今日完成最后一场演出后，她感性的在个人 IG 发文表示，自己对于音乐剧就是一个外行人，感谢参与演出的演员们在这五个月期间对她的鼓励和帮助，能透过作品传达爱给观众，她感到非常幸福。文末她还透露自己因主演音乐剧暴瘦了20公斤，可见演出运动量非常大。从她 po 出的侧拍照中也可以看见，相较于她先前公开的120公斤体重，身形的确小了一号。对此不少粉丝纷纷留言大呼不习惯，甚至拜托他胖回来，对他的暴瘦表示了心疼。